现在的显示器市场和固态硬盘一样，只能用真香来形容。比如500多的高刷 IPS， 1000多的 2K 高刷 Nano IPS， 但即便是这么香，还是有不少粉丝不知道怎么选。今天就针对不同需求价位来定制化推荐。一、画质党首推 AOC AG275QXP， 采用了 2K 180Hz Nano IPS 面板，首发1899就已经很香了，但现在普遍1600多，这个价位入手 Nano IPS， 性价比已经很无敌了。98%的 DCIP3 色域覆盖，配上 10B 的色深。相比于传统 IPS， 亮度更高，色域更高，观感更舒服，专为画质党准备。二、性价比党推荐目前大火的 SANC 圣色 G3， 采用24寸 Fast IPS 面板，1080p 分辨率加180Hz 刷新率，只需549就能入手，几乎是这个价位的性价比代表。仅为1毫秒的 GTG 响应延迟，搭配动态 OD 调教技术，对于喜欢 MOBA FPS 电竞游戏的玩家来说是非常适合的。三、啥都要党推荐联想拯救者 Y27Q30， 仅需1099的价格，可以拿下一台兼具颜值、做工、性价比的显示器，采用了 LG 原厂 IPS 面板，27寸 2K 分辨率，180Hz 分值亮度400尼特，蜂窝矩阵背部设计，加上可以旋转的人体工学支架，让它成为新一代性价比小金刚之选。